你家壁龛肯定做错了。很多人都知道壁龛好用，但做出来却是这样的，这样的。别急，记住这三点，你也能砌出完美壁龛。一、切海棠角，而别用羊角条，切记让加工厂水刀切割，比师傅现场切的更美观。二、壁龛底部要与瓷砖对缝，不要这样，这样，丑爆了。三、尺寸别做太小，照着这个尺寸做，洗发水、沐浴露通通放得下。如果你家正在装修，这条视频记得点赞收藏哦。抖音。